完了完了完了！你这个加班加到鬼了，现在太伤感情了。嗯，然后这今天上海又下雨，我操！很配合你那个启示录的背景是吧？然后整个人都有点忧伤。哎，我觉得一个人在家玩恐怖游戏，玩完了还有一个人睡，这是一个多么需要勇气的事情。妈的，那帮禽兽！哎，这是谁？大地和 FQQ， 大地跟 FQQ， 大地和 FQQ， 他们又来 rush 我。我那次跟英飞打，我一来就被 rush 了，我这一把注意一下了。上次是输了一把，黑了一辈子，这一把我要报仇了。好，我看一下我这建筑不了。我看我这个建筑他妈的，我估计那个 FQQ 又是火魔塔，你信不信？又是火魔爆一堆步兵，然后大地双 BC 爆狗。老婆看一下我的画面吧。我那次被搞死了，这一次不能再大意了。有的。好。嗯。哎，大地是叫哪个？皇上熬粥。这个哼哼哦，哼哼哈嘿是那个，呵呵，呵呵哈嘿，这是正确念法。好，大家跟着我念，看我嘴型，呵呵哈嘿，我直接火枪了。你他敢进来，我就我怕他来我家呀，有点虚。那次所以我要出火枪。那次 rush 把我给 rush 出阴影了，一个不小心我就黑了。好，我这一把把两个头往里面照一点。我直接外照了，往里面照点，安全一点。我觉得他们要在抓心里的话，哦，你还好，你一个农民就堵口了。我直接民兵一遍，然后你踢屁过来，我们就关门打狗。对的。哎呀，这个剧本就是这么任性。再来个，我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被毒里面我的英雄。来了，侦察你来了。嗯，应该是火魔的，应该是火魔的，至少往酒馆那边跑。先容我一看，你往酒馆那边看看一下吧，你往酒馆那边看一下吧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果然，给我点钱，给我点钱，我升塔。嗯，我再把塔给变了。变给你。哎，没过来。过来来了来了，大法师的狗。大法师。嗯，来吧。我操，火枪出不来。对了。哎，你不用往里面靠，我守得住的，我一个守两家可以的。我这是建筑认真摆了呀。现在他们要走的，这个肯定要走。你这个都要无脑抓，我就不玩魔兽了，我这个。这无脑能这能被抓下来？对呀，我那次就是建筑乱摆，然后被抓下来一次。我这一次学乖了，我这个。他应该放弃了，你练级去吧。嗯，没有没有，我跟他们就行了，跟他们就行，反正他们拿我没办法现在。大地过来，好，去你那。不慌不慌，我哭了看一下。不要去你那了。你家能守吗？我家我操，我都出不来。哎，你这句话听着好有安全感。我一把已经要 A 房子了，你问我能不能？我觉得好有安全感，我家我自己都出不来。太妥了，太有安全感了。早点练级。好，我练级了，我四个蜘蛛了。等了一下蜘蛛，刚才
我突然觉得就刚才脑补了一下，就属于我想把人家关在门外，然后自己锁在门里面了，我感觉就是这种感觉。嗯，先等等，造个兵，然后再把它 A 掉，等下砍人吧。好了，看，我估计要开矿，他们这个打法。哎，来搞我了，我超尴尬。能回去吗？大法推，我 TP 过来不？不用不用不用。行，那我去练了。不用不用，你练他们已经，他们这样要，哎，哈哈，爽，赚了。行，那我自己练就行了。这都敢抓我，妈的！传说哥射你脸。他们回去练级了。他们回去了，他们可能去找你或者回去了。没有回去了，我有大法师回去了。他找我，我一个把他们两家一起给 MF 了。传说哥，传奇兵种，是个传说。我第一个快到三了。嗯，好的。去啊吗？不去不去。行，然后继续练了。这个图点非常少。嗯，压不了点。先练，先练一下级好了。而且我很残，我操，我的兵很残。那我过来跟你一起练算了。他们也删了。也可以。没事没事，你先练你先练，我把下面这个练了。那就双 BH 了，我双 BH 出胖子，等会儿。好。来，你们可以单练。我 DK 去看一下。单练。我得看看外面。哎，还能升到四级。哎呦我去！开个视野，开个视野。好，我有群补，有大蓝，要压吗？现在？等一下，等我力气。还是等你的本。等我力气，我马上好，三本马上好。或者我开矿。你开矿也行，你开矿也行。我力气出来了。这看一下。压一波吧，压一波吧。啊，在这练。走。哎，这个位置很好。你大法小心点，大法小心点。哇操！他有三本。都三本的，都三本的，我三本也好了的。MK。好 ，MK。他在瞄我火枪。哎呀，我这力气走岔道了。后面民兵来了。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！我这个力气，走位走失误了，我这个力气，得接一下。好，哎呦，你们也把我沉默了，好慌啊！杀力去，
好，猎取猎取来。算点兵吧，点兵吧。他那破法没用的，破法毛用都没有，现在点的特别爽。可以追，压人柱吧，压人柱吧，那人柱啥都没有的。好，人柱应该是干火，应该在里面的，在这儿。先拆商店，先拆商店，拆了出了破法。等会儿他上来就打他就行了。我就不进去了，我拆外面就行了。我给你一个棒棒糖，你等会儿 MK 好杀人。我操， MK 蓝太多了。过来了。喂，大法师，大法师，大法师别死了，你大法师别死了。他要秒你大法师。我没网的，我没网的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，先拉出来，先拉出来，先拉出来，下高地，能下吗？能下吗？下不了就算了。我要回城了。行行行，那你回吧。行，行，就一个回城换一个回城而已。你这边矿好了，我全部出那个胖子了。嗯。你双臂火枪吧，也行。防空你来防吧，地面我来扛。买个群补。好。毁灭在这儿。看开矿了没有？看一下他们没矿的话，我们可以继续。嗯、你报人口了吗？已经报了，报了，已经报了。没矿，没矿，没矿，在这儿练，在这儿练。哦、那我们不急啊。行，我们不急。在这儿练。来了，这个口别打，这个口别打，要出事儿了，拉出来点。好，就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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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来包他们，胖子都到了。来干。那个 MK MK， 好，你的 MK， 完了，你 MK 死了，没办法，卡住了这胖子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大法师有无敌复刻。好，买就是，我还买不起。来，把人数一波端了，我票毁灭了。吃了个血瓶还是死。行，他没东西打毁灭了也。来杀大法师了。肉他。哎，这 A 进去打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直接干。
啊，哎呦，哎呦我脸了，哎呀我这个李小死，哎呦喂，你妹儿啊，算了 AD 变就行了， AD 板就行了。这个大法师这缩在里面出不来了呀，然后大法师死了，来 MK GG。主要我们矿开的挺果断，对啊，一来是吧，这个拿命来 rush 的，这个不是，这个知道怎么打的就很好防了。而且这个图我操，这个图他妈的直接把口一堵，上都上不来，这个图很难 rush 的，你如果强行进来的话，我靠，直接一关门，然后民兵一叫啊，立马让你知道农民伯伯的厉害。农民就是爷。嗯，那感谢阿猛同学送出小苹果。啊，很久不见了。刚才那个图是一个，我觉得是二 v 二里面最容易防守的一个图。易守难攻的图，那个是。有点星际的感觉，就其他组造建筑学的话可以去门口那边直接堵口。你刚那个堵口很屌的呀，感觉好屌，下堵口，然后你在斜坡上还有一个圣塔，